给你们看甜妹喝奶。什么鬼？左边是女的吗？左边，左边是女的呀。左边是哪一个？哎，娜娜，左边是她。哇，娜娜你好漂亮。你更漂亮。七号我不知道。甜妹。七号不知道。刚才云霄的 MV 里有一个镜头就在这里拍的，你去给他们演一下。不要。他不肯给你们演。闭上眼睛，给我三秒。你说的，快闭上眼睛。我数一二三啊。一、二、三。提醒了。骗子，看祝英台，祝英台不在这里吗？看另外一个祝英台，那你再去看，等会我们回去再给你看。等会给你看啊，情侣装，对，情侣装，还是我老婆漂亮，不用，就看你俩，就看你，就看你。对。哎，你们是光拍不唱？光对，今天光拍不唱。我听不懂哪一句话。你刚打了我多少下呢？自己的女人是什么鸡人？你过了啊！那我自己不了。云霄怎么和我在西码头上看到的不一样？越来越美了。一样啊，可能我那个时候比较瘦，我现在胖了一点。问一下，最近在江苏巡演的话，我们这边拍完之后，然后就出发去启东。我们两个找了一个地方约会。你们不要打青青嘛，青青、观众都没有。刚才他们说要看你，要看你，要看那个万松书院那个主演。那你回来呀？我们还没约完。经常去逛街，你们俩还约不够是吧？啊？好，给你抛个媚眼，给你们俩抛个媚眼。你看，那个大老婆，你做了什么表情？不是他大老婆，大老婆，哎，大老婆在自己那个。哎呀，上学的时候就是说搬东西，他们总是说女孩子不是他自己这个盖头，要么到我头上，要么到他头上，他自己不到你头上，你头到前面去。你们给他再来一个盖头好不好？他在捉我，他没有头，那我自己买，自己买，怎么给你买一个头？能不能弄的？我也要，哦啊，我要盖头了。这个盖头是哪里来的？新做的吧？买的才有的啊。谢谢。我要游一下，在游乐场的体验也要上盖头，这样也是可爱的。像那个米奇，那好看吗？那你看起来好看。对，刚好被你挡了。我前两天都看了。哇！小树是学校里的第一个老婆。我在学校里我没老婆。对，我那好像没有。我没有。我学校里有老婆吗？蛋小我是我学的是蛋人吧。我在学校里我谈不起三个人，我是跟董艺人打听下的那种。我不知道我的抖音号。啊，这个过去了。再聊云霄就结束了。开的时候。
今天怎么左拥右抱？我是和谐社会，不适合武力，不适合武力解决问题。什么？我音频有点花掉，头晕。妈，紧这问题一定要看见，不能头晕，不能花掉。他们应该反复敲。大老婆在哪里啊？没有，我说那个，那个是那个大老婆是别娜，别娜来了没？那他应该快敲好了，等等。哇，大老婆的衣服太好看了吧！你看我们这屏风后面的，他一个人立那么。哇，一下秒钟坚持不住，我知道的。你好轻哦。我终于知道陈丽君的腰为什么老是伤掉了，就因为家中有老七，老七压迫生活的重担，迫使我腰酸，老七了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我头发不行了，不行。